Hello，大家好啊！好，咁欢迎大家嚟到呢个8.18音乐无人3周年嘅分享会。有兴趣嘅朋友可以 share 埋 Facebook 直播嘅 link 俾你朋友一齐睇。今天嘅晚上咧，都可以喺度咧，同大家咧一齐有一个敬拜嘅时间。呢啲咧都系因住耶稣基督嘅爱，与我哋咧能够以弟兄姊妹嘅身份咧去彼此嘅相称。喺罗马书3:23-24入边提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为我牺牲。宝血赎我，无罪身躯替我众人，苦价独承受，其恩显叫我忘怀。为我牺牲，宝血赎我，流泪痛楚。罪债还清，无罪身躯替我众人，苦价独承受，其恩典叫我安慰。荣耀救主，十架舍身被爱倾尽了。
在我软弱时候，何等伟大奇妙，谁像我主，记得坚忍的爱激励，愿一生报答无迟疑。我们呢原是罪人，不配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但因着上帝去爱我们，他甚至差遣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耶稣所流的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而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不再被罪恶去捆绑。而我们这一刻呢都藉着诗歌去向上帝去感谢他这份救赎的心恩大爱。上帝恩典宝贵十架，全为我倾，我愿回应，除掉心中不信叛逆，无知的心苏醒，唯独仰望你替我完成。荣耀救主，十架舍身的爱倾尽了，在我软弱时候，何等伟大奇妙，谁像我主，基督坚忍的爱激励，愿一生报答无迟疑。荣耀救主，十架舍身的爱倾尽了，在我软弱时候，何等伟大奇妙，求尽我心，乐意宣讲主爱主奉献，为你倾出口音，耶稣谦卑我主，为你恩惠信靠无疑，求尽我心，乐意宣讲主爱主奉献，为你倾出口音，耶稣谦卑我主，为你恩惠信靠无疑。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诗人呢去提到，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每个人呢在上帝的眼里面呢都是看为宝贵的，他呢给予我们不同的恩典，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上帝去独特的计划。当我们呢愿意去跟随主的时候，他必定呢会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他呢必定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呢能够有满足的喜乐。云和雾散去，雷雨终于消退，荣光显于心里，除幽暗及疑虑。前来颂赞你，云彩般的诗句，晴空中谱写音符，从心赞叹是你看顾，微细像我，无人在意，谁会像你满足一切的需要。
我清楚显明，精心细利安排，何样美好计划完备，是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无比快乐满足，无比心一满足。云和雾散去，雷雨终于消退，荣光显于心里，除幽暗及儿女，前来颂赞你，云彩般的诗句，晴空中谱写音符，从心赞叹是你看顾，微细像我，无人在意，谁会像你满足一切的需要，是你的美意为我清楚显明，精心细利安排，何样美好计划完备，是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无比快乐满足，无比心欣满载，是你的美意为我清楚显明，精心细利安排，何样美好计划完备，是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无比快乐满足，无比心欣满载。该晒。其实我有班同学同埋我队友咧喺我前面咧帮我头先领咗个敬拜，咁我哋咧而家咧就应该进入我哋今日嘅点题，就系咧今日喺个音乐牧人三周年，咁所以咧就应该会唱翻首主题歌嘅。OK， 好，咁我哋凭信心，咁但系大家咁快缩咗喺麦嘅嚟，我个麦我靠你哋饮麦嘅，嚟，歌手歌手，虽然佢哋见唔到你，但系都听到声。OK， 唔该晒。OK， 我哋唱一唱我哋三周年主题歌啊。咁我特别鸣谢两位音乐人嘅朋友啦，咁分别系阿殷贤明老师帮我去做呢个填词啦，咁另外就系古丹青老师帮我去一起编曲咁样嘅，系啦，好。咁我哋就分享呢一首感謝生命圖像啊。咁啊，雖然呢填詞嘅過程呢我就冇同阿欣老師呢具體講我想填乜嘢嘅，即係憑我哋認識，咁但係呢大家會覺得應該裡面有啲嘢都係同 Tony 有啲關係嘅，咁一陣間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分享一下。
也要我。喺个直播咧 ，Zoom 嗰啲朋友咧，你哋系唔会上镜，因为我有个主持人咧帮我 focus 定系我哋嘅。所以咧，不如你哋都开镜头咧，等我知道你同我一齐咧去经历呢个阶段，同我一齐去唱呢首诗歌。虽然我哋未必可以一齐开麦啫，我哋一齐讲。神在做顾念我，这尘土信任神开路，处乱世未迷路，为你是王，为你是王，安定途乐，有你护航，黑夜能见岸，你在旁，心健壮，平安保障，生命途障，持守真理方向，全力为你开拓，水上山，也是我安定途浪，有你护航，黑夜能见岸，你在旁，心健壮，平安保障，生命途障，持守真理。咁一陣間應該都會有，即係主持人會留返啲時間俾我講嘢嘅。不過呢，如果大家一聽到首歌呢，都會諗起即係 Tony 由起初即係做，即係決定做音樂牧人啦，都係經過好多嘅祈禱啦。所以我覺得一見到阿欣老師填咗呢，嘩咁好嘅進或退呀、我都諗緊究竟進或退。咁所以呢，其實呢呢、這個係一個好貼自己嘅一個嘅填詞。但係呢，我心裏面都有個渴望嘅，呢首歌唔係淨係屬於我本人或者我哋个别嘅弟兄姊妹咯，而系我哋每一个人都要仰赖我哋嘅上帝。咁咧，本来咧，头先我谂住喺敬拜里边咧，我哋学生咧会分享，不过佢哋话咧唱完首主题歌分享好啲，咁我就将以下时间就交俾我嘅学生嘅代表，咁啊佢会介绍翻我哋头先即系敬拜队嘅弟兄姊妹啦。好，等我转一转个 cam 啊，你准备好先 ，OK？ 我会遮到佢哋，等等，咁样，好。我可以讲嘢啊！不如我问一下，头先我哋嗰个声音，我个声音系咪都 OK 啊？咁样，大家住个手指公俾我知啊 ，Zoom 嘅弟兄姊妹 ，OK 啊，听得清楚，好，好，咁不如你揸咪讲啊，更加清楚。好，大家好，突然间好紧张。大家好啦，咁咧我系叫薛永啦，咁咧我都想介绍下我哋啱啱敬拜嘅团队俾大家认识嘅，系啦，有我哋嘅男声华仔，系啦，我哋嘅主席系啦，李斯系啦，仲有啱啱司琴咧就系张远姊妹嘅系啦，咁咧就今日可以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啦，系啦，咁咧我哋三位嘅姊妹啦吓，就其实咧系 Tony Sir 嘅学生嚟嘅，咁我哋咧都有喺度学习乐器啦，系啦，特别系弹琴嘅上面啦。咁咧，啱啱 Tony Sir 都有讲啊，其实今日咧系佢成为音乐牧人嘅三周年，我都喺度谂，其实我哋就系啱啱紧接住咧 Tony 做呢个音乐牧人嘅时候咧，就一齐就上堂嘅，系啦。嗰阵时我哋嘅认识都好特别噶，系啦。咁啊，首先阿张远姊妹咧，其实可唔可以讲噶？张远姊妹都会其实以前细个咧都有接触过钢琴啦，系啦，咁啊到可能大个嘅时候咧就放
放低咗啦。咁我自己咧就细个嘅时候咧系想学弹琴嘅，咁但系咧就碍于家境清贫，所以咧就到大个嘅时候咧先至去再有机会接触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两个系啦，仲有李师姊妹嘅新加入系啦，都一齐接触呢、这个。学习丝琴啦、钢琴啊咁样，咁初初认识 Tony Sir 嘅时候都好特别嘅，系透过自己教会嘅牧者就话啊，你哋想唔想学弹琴？系啦，都做一个丝琴咧喺教会嘅里边，系啦，咁啊就激发起咧啊谂翻起细个嘅想法啦，又激发起啊张远就啊我都重新咧对呢、这、一个学习。弹琴嘅里边咧都有一个即系重新嘅拾起咁样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咧都喺呢两年几三年咧都同 Tony 一齐有个合有个学习啦，咁样咁都系合作都有嘅，系啦，喺教会嘅侍奉上咁样啦，咁我觉得都好特别嘅，尤其是系即系对于我嚟讲咧系。乐理啊嗰啲咧，其实系由零开始学习啦，系啦。咁啊 ，Tony Sir 都会用佢特别嘅方法咧，去即系因材施教啦，咁样系啦。咁啊，令我会快啲咁样去捉到，或者系好容易上手嘅时候，令我有嗰个满足感啦。首先系咪？首先有满足感，然后就继续咁样学落去啦。咁啊，当然。佢都係一個嚴師嚟嘅，係啦，佢唔會淨係話啊，你學完呢個就冇啦咁樣，咁佢都會要求我哋有進步啦，係啦，咁啊都會督促我去練習啊，尤其是懶嘅日子，係啦，或者係喺教會要做真係要做侍奉要去急救嘅時候咧，就特別咧要揾到阿 Tony 咧去補習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其實兩年幾三年咧，原來不知不覺加到兩年幾三年，其實冇諗過自己會堅持一個學習會咁耐啦，係啦，因為尤其是唔中意讀書嘅時候啦，仲講緊咧，其實都好靠平時我哋要練習啦，係啦，又要即係肯去鑽研啦，或者係啦諗好多嘅時候，其實都唔容易嘅。但係 Tony 都會係用佢自己嘅。即係方法啦、鼓勵啦，或者係嚴厲少少嘅方法咁樣去教我哋嘅時候咧，啊見到自己原來都有呢個進步咧，回想翻起咧都係覺得喂好有必要嘅。即係人咧一懶惰咧，其實都好需要咧身邊人去扶持。所以特別咧喺今日咧都好多謝 Tony 啦，好多謝我嘅姊妹啦，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喺一路上咁樣一齊。即係扶持或者成就嘅時候咧，其實一個人咧都好難喺一個學習啦、一個牧養嘅層面，其實都會好難咯。係啦，咁啊，我哋已經轉實大家仲有冇其他分享？多謝你嘅分享啊！頭先你提到音樂牧人係一個嚴師嚟嘅喎，唔知大家覺得音樂牧人係一個點樣嘅人咧？有咩特點嘅咧？唱完歌，不如我哋而家玩一個小遊戲啦。咁我就喺一個聊天室度 send 咗條 link 出嚟啦，大家就可以撳入去。請 Zoom 嘅參與者可以撳入去答一條簡單嘅問題嘅。如果有問題撳唔到嘅話咧，可以喺聊天室度話俾我知道嘅。你喜欢音乐牧人的哪个特点？请用一个形容词去描述一下，很简单就 OK 的了。那我们现在就等几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回应了。清楚易明，温柔，满有热诚 ,talented, always encourage me, 真诚 ,cool, 好，还有没有其他？我见到有一个在 Zoom 的留言是有感性的人，有心，内心教导，充满正能量，全心侍奉神 ,inspiring, 大家未揿入去条 link 那些记住快啲入去啦。好，咁我想都差唔多是这么多回应啦。啊，我想问头先是哪个打充满正能量的，会不会可以开咪讲下。都挺有兴趣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是充满正能量的，你很怕丑不敢说。Hello, 是我啊，我是德恩。Oh, Hello。
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其實我係覺得Tony 佢同佢傾偈係一個好舒服嘅，咁佢會俾到好多 advice，係咯，咁同埋好，佢份人係好正面咯，應該咁講。有冇啲咩經歷係令到你感覺到呢樣嘢㗎？係啊，係一個 general 嘅感覺咯。要再慢慢諗下。好啊，唔該晒你嘅分享。好，跟住另外我見到有人打到青楚易明啦，請問係邊個打㗎？其實我覺得個課堂嚟講容易明咯。希望我冇回應錯條問題啦，因為問到音樂無人，我就諗起課堂嗰個方向多啲咯。咁所以就，如果你问题系问 Tony 边个特点咧，咁可能你个答案嚟嘅。唔 都 OK 嘅。你覺得個課堂有咩特點係令到你覺得好清楚易明㗎？感觉嚟嘅咋，唔难明就易明噶啦。其实即系唔会话讲一大堆嘢之后都唔知点 follow 啊咁样咯，系 smooth 嘅个感觉到。好啊，多谢你嘅回应啊。好，跟住我想问下，内心教导嗰个系边个打嘅？系我啊，我叫 Jenny 啊。哦，Hello Jenny，你好啊。点解你会觉得音乐无人系内心教导嘅？因为我嘅本身咧个拍子咧系比较差嘅，咁咧音乐无人咧就好耐心啦，每一堂咧都向拍子嗰方面咧就同我好耐心听我弹嗰啲拍子啱唔啱啦，咁唔啱嘅话咧就会。用呢個循循善誘，一步一步跟住拍大髀又好，拍手掌又好，去跟翻啱啲拍子去彈咯。哦，原來係咁樣，明白啦。咁即係咪都即係幫到你啊？因為個過程入邊唔會催你要快啲啊，或者係咯，即係要你快啲學到啊，就係講求進度咁樣啦。啲拍子感係的確上係好咗嘅。我跟咗 Tony 上半幾多？啱啱今個月第7个零8个月到啦。我1月份开始跟阿 Tony 上嘅，好明白，唔该晒。跟住最后想问下，有2位同学写咗满有热诚，系边个？咁啱嘅，你哋打嘅都一样，唔记得咗自己打满有热诚啦，已经一个系边个？系华仔啊，原来华仔，哦，同埋 Sarah 系，你可以解释下。解釋下，我諗嗰個係一個侍奉心智上面，即係我見到無論係Tony 做嘅好多嘅事工啦，又或者其實喺養我高飛入面，其實都好見到佢嗰個 passion。但呢樣嘢好難去好仔細咁樣去 describe 嘅，佢係一個可能，即係你會見到佢可能喺即使喺疫情當中，佢都會有好多即係好盡力去做啊，盡力去試啊，跟住去變化啊。咁我諗嗰樣嘢係當要對嗰份即係對喺音樂事工上面嗰份熱誠，先至會有咁樣嘅即係遇到困難都會 keep on 繼續去做嗰個嘅感覺咯，係。唔该晒你嘅回应啊！咁因为牧人本人，你觉得呢啲形容词明到你啊？我正想喺聊天室嗰度咧打咧，多谢大家啊，因为非常之感动啊！阿英仲应该帮我 cap 图啊，或者我哋喺直播 cap。不过华仔未讲系，请啊，系啊，华讲仔几分句享。啦，因为咧，其实我哋同 Tony 都比较 close 啦，亦都有一个群组啦。咁好多时都知道佢嗰啲生活习惯啊，有阵时佢都搞到好夜。特别譬如做一首歌咧，佢似乎系真系唔完成唔罢休嗰种咯。咁啊，所以可能会搞 N 咁多个钟嘅时候，先完成一首佢觉得都唔错，或者系都收货嘅嘢。咁啊，我哋觉得哇，真系唔系我哋一般，我哋个个都系到时落咗瞓觉啊嘛。佢 好似都可以唔记得瞓觉去完成一啲佢心目中想完成嘅嘢咁样咯。咁所以真系好有热诚啊，就系咁啦。多谢你嘅叫做赞赏，好啊，多谢。好，咁我哋咧就而家咧就想大家一齐影一张大合照啦。咁因为头先大家都有留言啦，咁即证明大家系喺度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开 cam，跟住影一张合照留念啦。
咁我哋今日咧就系八一八嘅三周年啊嘛，咁我哋可以做翻一个特别啲嘅手势去庆祝呢一个三周年啦。咁嗰个手势咧就唔系三，个手势咧就系咁样嘅，就系将两只手搭埋一齐啦，就将你个拇指翘埋，就好似一个飞嘅手势咁样，个手背咧就系面向镜头嘅，系啦，就系咁样，好简单噶咋。好，大家准备好未啊？啊，我见到好多人都开咗 cam。好，准备好嘅话咧，好，我见到俊友，你想整到只手 ？OK， 好，OK， 好，一二三，再一张，一二三。好啊，唔该晒大家。大家如果觉得唔自在嘅话，可以删翻个 cam 都 OK。OK， 跟全部删晒个 cam， 唔想我都揿错咗添。OK， 好啊，多谢大家，大家做得好好啊。好，咁跟住我哋咧就有两位朋友，其实头先佢都有讲过嘢啦。佢哋就认识 Tony 多过七年嘅，咁而家两位都系让我高飞嘅成员。就非常高兴今日可以邀请到两位朋友分享。而家有请华仔首先分享。Hello， 大家好啦，咁咧就收到阿 Tony 嘅邀请，咁啊，其实喺三年前嘅八一八，我都系喺佢嘅音乐会上边都有分享同埋有帮手唱歌啦。咁就咁快时间就过咗三年啦。咁就其实咧，当我哋要分享佢话俾我听想分享有关佢嘅初心嘅时候咧，呢个初心咧其实就唔单止喺三年前发生嘅，佢系喺三年前再五年前嘅时候，即系2014年嘅时候。就是我認識他的時間啦。咁啊 ，Tony Sir 咧嚟到我哋教會做傳道啊，咁就有五年嘅時間喺裏邊咧，其實就同佢有好多嘅合作啦。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喺教會做帶崇拜嘅，咁就當陣時嘅情況咧，其實教會做崇拜主席嘅人咧就唔多嘅，咁變咗我哋其實可能一個月或者一個半月咧都要做一次崇拜主席，咁就同埋都係一批做得比較耐嘅弟兄姊妹啦。咁好多都有超過成廿年嘅經驗嘅主席喎。咁但系咧就好似青黃不接，就冇新人去加入。咁所以當阿 Tony Sir 嚟到之後咧，就其實我哋有個音樂小組就成立咗啦。成立咗呢個音樂小組之後咧，我哋就去好着重去培訓啲弟兄姊妹咧，能夠成為崇拜主席。咁個做法就係包括阿 Tony Sir 會有曾經為我哋開過一班主日學啦，去教現任或者係有心智去做崇拜主席嘅弟兄姊妹一起去上啦，透過好幾堂嘅時間去由一個崇拜嘅觀念啦，教導即係點樣去準備一個崇拜，甚至乎喺音響上邊一啲嘅細節佢都有涉獵到啦。咁讓我哋咧可以喺裏邊多啲嘅學習，亦都讓一啲未做過崇拜嘅主席嘅弟兄姊妹咧都有一個心理上嘅準備啦。咁亦都咧點樣可以培訓到佢哋咧？佢為我哋一啲比較做得耐崇拜主席嘅弟兄姊妹咧，就配搭一啲未做過呢個侍奉嘅弟兄姊妹，就一起去參與崇拜。個方法就係透過佢哋做和唱啦，亦都係喺當我哋去每一次預備崇拜嘅時候咧，我哋都將我哋嘅諗法啊、準備嘅過程啊、一啲心得咧，就去分享俾佢哋知道。透過咁樣嘅方法咧，慢慢俾佢哋都識得去點樣去做一個嘅崇拜主席啦。咁啊，經過幾年之後，其實去到而家，雖然 Tony Sir 唔喺我哋教會啦，其實我哋而家都輕鬆咗好多，因為我做嘅次數少咗好多，我可以一年做五六次就 OK 啦，最多噶啦已經係。咁我哋有成十幾個主席可以去輪啦。咁呢個係即係對於我哋嘅教會嚟講，喺呢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啦，亦都多咗好多弟兄姊妹出嚟肯出嚟去做崇拜主席，亦都係好多比較年輕嘅弟兄姊妹啦。咁啊，另外就另一方面咧，就係樂器方面啊。其實過去嘅崇拜咧，都係主要都係彈鋼琴啊嘛。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嘅教會，好多嘅信二代都係識樂器嘅，即係各樣樂器其實都大家都識得。不過爭在就係冇個機會出嚟去服侍嘅啫。咁所以喺Tony嘅安排之下，其實喺一啲嘅崇拜嘅裏邊都揾到啲年輕嘅弟兄姊妹咧出嚟去彈奏樂器，透過練習啦，亦都幫助佢哋可以喺參與咗侍奉啦。咁咧就另外 Tony 咧就好着重呢個詩歌嘅版權，因為佢本身都係創作人啦。咁所以喺我哋教會用呢啲歌譜嘅時候咧，都會有好有組織咁去收集啲歌譜，亦都知道係邊一個出版社。我哋亦都盡量嘅去按翻我哋所使用嘅
诗歌的次数去作出一个奉献。咁呢个都系成为咗一个比较有系统嘅做法咯。咁另外亦都我哋会定期嘅开小组啦，去检讨啦，分享大家当崇拜主席嘅难处，能够彼此去分享啦，亦都互相去鼓励啦。咁啊 ，Tony Sir 唔单止系教啦，亦都系喺我哋教会里边都有做崇拜主席噶，一年都有成五六次嘅时间。咁咧就喺一啲嘅崇拜里边，佢当然佢要讲到啦，平时，但系亦都有啲嘅聚会里边，佢会做主席，去用佢嘅身教啦，去教导我哋点样去做一个崇拜主席咯。咁所以喺里边都得咗好多嘅益处啦。咁其实我分享咁多，其实呢个就系佢嘅初心咯。佢好想喺教会里边能够带领弟兄姊妹去一齐去复兴。敬拜亦都好有组织咁去慢慢发展啦。咁呢个我亲身所参与过嘅，所以亦都透过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Thank you。好啊，多谢你嘅分享啊。咁我哋咧而家就有请第二位成员 Sarah 分享。好，听唔听到啊？清晰嘛 ？OK。听到，听到。啱啱听完华仔分享咧，我都喺度数数手指，我谂紧我识咗 Tony 几耐，因为发现原来应该就系喺我谂系。嗰陣時12年嘅時候，我啱啱已經識咗 Tony 10年啦。數翻嘅時候，先發現，原來已經咁耐。咁啊，一開始認識 Tony 咧，係因為佢都係因為我翻嘅中學啦，咁有一間學校堂會。咁嗰陣時咧 ，Tony 就喺學校堂會度做呢一個嘅傳道啦。咁我之後14年嘅時候就離開咗，跟住就去咗華第一教會啦，應該係。跟住，我諗當 Tony 邀請我分享嘅時候咧。我想回就是一开头认识 Tony 啦，跟住然后一直以来这10年来的过程当中见到可能一直 keep 住都有去 update, 去听他分享他的近况，那个的感动。如果要问觉得有什么初心和坚持，我想是培养更加多的人在音乐上面的一些的技巧啊，帮助大家在音乐上面去怎样去侍奉神啊。我这个是他这个一直以来的一个的坚持。因为那时候在中学学校堂会，其实 Tony 都有搞很多一些就是学乐器的班啊，咁俾我哋去尝试在即其他例如好似 cajon 啊，跟住然后 ukulele 啊度去尝试去接触一下呢一个音乐啦。咁后嚟仲有一起去创作咗一首嘅诗歌啦，咁样。咁啊，去到好后嚟啊，即因为Tony 离开咗呢一个嘅我本身翻嗰间学校堂会嘅时候咧，咁就去到。可能好几年之后，佢又再一次即邀请我一起吃饭啦，咁样咁啊倾偈倾开，咁佢就话佢分享咗佢嗰阵时最初成为音乐牧人嘅原因，咁然后就同埋邀请咗我入让我高飞啦。我觉得其实喺整个嘅侍奉嘅路上，我觉得 Tony 都好强调一样嘢，叫即可能传承。同埋，其實佢都鼓勵我喺音樂上面去侍奉啦，去回應神啦，咁樣。咁有一個好嘅例子就係點解話佢好鼓勵其他即係唔同嘅弟兄姊妹都喺音樂上面去侍奉咧，咁樣。咁就因為之前有教會有一個嘅姊妹，佢想喺彈琴啊或者絲琴上面進步。其實咧，佢通年都會好耐心去教去鼓勵。即係儘管係大家其實唔係好熟悉啦，因為其實係我教會嘅一位姊妹啦。咁之後其實都未必有機會一齊侍奉，但係 Tony 仍然都會係好耐心去教，跟住甚至係問之後有冇啲咩需要幫忙都可以再講。咁我呢一份嘅心智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去做到，或者嗰個嘅係嗰個感動啦。咁同埋即系 Tony 俾咗条问题我，佢话点样睇佢喺音乐牧人嘅事工？我觉得系好被感动同埋激励嘅。即系当我第一次听 Tony 分享，系好感受到佢对于音乐事工啊，或者用音乐去牧养其他人嘅嗰份热诚，就啱啱打嗰个满有热诚嗰样嘢啦。咁可能即系因为自己喺音乐侍奉上面都有啲感动啦，听到嗰阵其实就觉得好被激励，咁同埋都好感受到佢嗰份嘅清心。是其实可能即系都知道，可能即系去做全职嘅音乐侍奉咧，其实可能喺经济上面会有啲压力。咁佢嗰日都有好真诚咁样分享啦，咁仍然都好愿意即系将自己摆上，咁嗰份清心同埋嗰份忠心真系好好。
咁同埋我記得佢嗰陣時講咗一句，唔知 Tony 仲記唔記得？佢話其實我都唔知道可以為主擺上啲乜嘢，咁就盡力做啦。咁我諗呢句説話係呢幾年喺《讓我高飛》入面都好見到 Tony 都係咁樣嘅，即係唔知道可以擺上啲咩，但係我盡做做咗先咁樣。咁即使可能係即係啱都有講到，就喺疫情啦，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即係斷斷續續啊，又好多網上嘅聚會啊，跟住然後又實體啊，即係可能啲疫情其實的確都阻隔咗好多嘢。咁但係咧Tony 都好。即系会想尽好多唔同嘅办法啦，去变啦，去试啦，咁样。咁咁去到呢度，咁就令我好想分享翻嚟，就好似让我高飞嘅歌词咁样。咁可能未必即系讲到佢不惜此逆团，但系一定系不安于低地。咁嗰份嘅尽力，嗰份嘅热心系，即系我谂系呢一个嘅，即系音乐牧人事工嘅路上面去见到嘅最大同埋令我最深刻嘅地方啦。好啊，多谢你嘅分享，感受到即系你对 Tony 嘅欣赏咁样啦。好啊，咁我哋咧嚟紧即系听完让我高飞情缘嘅欣赏，我哋就有请丰盛堂堂主任张太分享，我哋好期待你嘅分享。好，首先咧，我唔系堂主任嚟嘅，我只系一个传道喺丰盛堂咧，系一个只系一位传道人嘅啫吓。咁系好开心啦！咁都有机会嚟到系去参加系Tony 今次嘅三周年纪念啦。其实咧系佢好似系第一年啦，佢离开佢哋嗰个嘅，佢本身冇会嗰间教会，我都有去参加嗰个音乐会嘅吓。咁我都系当中都系好有印象啦。你哋一家人系去唱歌啦吓，咁系当中我都系由嗰阵时开始咧，我认识阿 Tony 嘅吓。就知道有 Tony 的人存在，其实都是因为我教会有个姊妹啦，认识 Tony 啦，所以间接上就知道原来佢喺我哋楼，原来系Tony 咧喺我哋楼上啦，嚟到系去牧会嘅，后屘佢都决定离职啦。咁我听到佢离职咧，就系想做一个音乐牧人嘅时候咧，我就好有兴趣。想知道咧，究竟咩叫音乐牧人啦？因为我其实未听过有呢个名称吓。咁所以当我系了解到原来佢好想放低佢而家系牧会嘅工作啦，系专心喺音乐上边咧嚟到系服侍上帝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侍奉喎。佢系好想专心去喺音乐队里边嚟到系去侍奉上帝。咁即系话咧，其实好似我哋做传道人嘅咧。其实我哋可能要百般武艺啊，咩都识啊，同埋咧就同埋咩都做嘅。咁未必咧系我哋每一范咧，我哋都系咁专或者做得咁好。但系佢能够可以系专心嘅去做喺音乐上边嚟到去牧养弟兄姊妹啦，又或者系做一个嘅牧人嘅时候咧，我其实都好羡慕同埋欣赏佢有咁嘅心智啦。佢系专一去做。上帝俾佢嘅恩赐嘅嗰一份，亦都系牧会嘅工作，咁牧养嘅工作，所以我觉得系好好啊。咁其实咧系当我了解到系 Tony 嗰个嘅即系将来嘅去向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好奇妙，上帝又叮一叮我，点解咧？咁就因为我哋教会其实系一路咧都好缺乏咧，系一个喺音乐上边咧。嚟到带领弟兄姊妹咧喺嗰个侍奉上边咧系做得更加好嘅，咁你知道我哋做传道人嘅唔系个个都音乐咁专噶嘛，咁所以系我就同啲弟兄姊妹讲啦，特别系我哋一班嘅敬拜队咧，佢哋过往咧都好有心噶吓，佢哋会一齐练歌啦，一齐咧系夹 band 啦，一齐去喺嗰个敬拜服侍里边咧，有做咗好多服即系学习嘅工作功课啦。咁但系佢哋就系都同我去反映啊，佢话系啊，我哋其实好需要一个人系带领住我哋，系帮我哋喺嗰个音乐上边嘅造诣啦，又或者系喺敬拜侍奉嗰个嘅心智啦，甚至乎咧喺整个嘅敬拜服侍嘅当中咧，应该点样去向前走啊？咁其实佢哋就向我系即系提及呢样嗰个需要嘅时候，咁我话你哋祈祷啦，睇下神咧系会唔会系。即系点样去为你哋去预备啦，或者系聘请令，即系如果教会去聘请一个咁嘅童工咧，其实就好困难噶啦，就唔知道咧应该会点做。但我话你哋祈祷啦，为呢件事。
咁就當我係講咗呢件事冇幾耐，我就遇到阿 Tony 嘅時候，知道佢打算咧係做呢個音樂牧人嘅時候咧，咁我就有一日咧我就約咗佢傾偈啦。咁我話有冇可能你可以嚟到我哋教會咧係有呢個角色咧咁。咁但係我知道我哋教會請唔起你嘅，唔會全時間請你，同埋亦都即係有限嘅即係嘅薪水啦咁。咁我哋就即係大家喺呢一方面咧就有好多嘅探討啦。咁好奇妙，好奇妙啊！我睇到上帝實在好知道咧人嘅需要。當我哋願意去到佢面前去祈求、去仰望佢嘅時候咧，神就去預備。咁喺嗰個傾談嘅裏邊啦，接觸啦，一路去接觸啦。咁我自己就有一個即係同執事會去講啦。咁我話而我哋咧就其實有一個咁嘅人選嘅，唔知道咧你哋咧會唔會都為到我哋今天？豐盛堂的教会的敬拜服侍呢有一个更大的进步，我们就请一个人回来去帮下我们的敬拜队。咁呢就再一路去倾一路倾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过呢我们董事呢其实董执应该是他们都有很大 的回应，就是觉得啊其实这个都是不错的，特别是同一班的敬拜服侍的弟兄姊妹去倾的时候呢，他们更加开心，就是哇有人可以带领着他们，是帮助他们在敬拜服侍里面的进步。所以我觉得是很好，就是在当时可以这样来到去跟 Tony 接触啦，有这样的机会啦。跟着呢就是可以就一起去倾谈商量呢那个就是合作的事啦。最后呢我们就达成了啦，他就可以呢就成为了呢我们丰盛堂的呢是一个部分时间的牧者，他呢是专门负责呢这个的敬拜服侍的工作。所以呢是一个是上帝是对丰盛堂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预备。我也相信呢是当Tony踏入第一份的工作，音乐牧人的工作呢就是在我们的服侍的时候呢，我相信他都觉得是一个很神一个很奇妙的安排，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咁系啦，正式就系喺呢一个嘅2019年啦，12月咧，佢就开始喺我哋教会里边正式就成为呢、这、一个part time 嘅音乐嘅童工啦吓。但系咧，大家都知道2019年有咩事情发生啦，就正正咧，其实系即系好多嘢都唔系我哋所预料嘅，正正嗰阵时就系啱啱系2019年就政府叫做我突然间唔醒起咁我唱社会事件啦，咁又跟住咧就其实社会事件对Tony 嘅服侍咧都冇乜影响，喺音乐上边其实最重要咧就系嗰个疫情吓，咁踏入到2021年嘅时候咧，嗰个疫情嗰个爆发咧，其实就系正正咧系影响紧佢喺我哋教会嗰个帮助噶。咁因为实体教会就唔能够去开展啦，咁其实佢开展咗两三个月到一个实体嘅教导啦，同带住啲弟兄姊妹去点样嚟到敬拜啦。我哋最高峰嘅时候咧，有25个人咧，有时系超过添，有25个人咧，其实系参加呢一个嘅即系训练嘅。咁但系正正咧开始咗两三个月之后咧就。开始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有实体聚会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就要停下来。但是很感恩啦，虽然呢是有疫情啦，但是我很觉得呢是神真的很恩待我们啦。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其实是我们会想尽办法啦。我们原先呢是不知道怎样去做，但是我们是没有实体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是怎样可以是有直播啊，又或者是开这个 Zoom 啊这样。咁其实呢是好多一连串的嘢呢，我哋好多只Tony在我哋嘅当中啦，我哋又唔懂得点样去搞一个直播啦，佢又可以喺嗰段时间呢又插到入嚟呢，係成为咗我哋喺嗰个嘅带领，系我哋整个嘅圣礼部啦，嚟到系去负责呢一个直播嘅工作啦。又幫助咧，我哋係無論喺台前啊、幕後啊，嗰啲影音嘅設備啊，佢好多好多嘢咧，喺嗰段時間咧就成為咗咧係一個對我哋豐盛堂咧喺嗰一刻嘅裏邊咧係一個嘅祝福。咁所以其實呢、這個音樂牧人咧，其實佢真係需要好多好多般嘅武藝喺呢個音樂嘅上邊咧，佢要識好多嘅嘢。
咁變咗咧係又幫助我哋可以有直播啦，用 Zoom 啦，又佢又係同時咧係即係可以喺嗰個嘅訓練上邊咧，都同啲弟兄姊妹咧係有好多個難處嘅，其實唔容易。你唔能夠實體嘅時候點樣訓練咧？又點樣去做咧？咁又佢又可以係藉著 Zoom 啦，係藉著咧係叫唔同嘅弟兄姊妹喺屋企咧自己錄咗一啲嘅歌啦。跟住佢就將佢組合成咧嚟到係可以喺我哋嘅崇拜嘅裏邊嘅時候咧係播放出嚟啦。咁有好多好多嘅製作咧，其實係都係喺呢個疫情艱難嘅期間咧，佢又可以咧係帶動我哋整個嘅聖禮部啦，嚟到係去可以係唔可能嘅事就發生咗，就可以即係出現喺我哋嗰個嘅直播嗰個嘅敬拜時段嘅當中啦。所以我自己覺得係。系好多谢佢啦，喺我哋嘅中当中吓，咁其实系数下数下咧，其实佢都差唔多喺我哋教会都服侍咗咧，系踏入第三年噶啦，系两年多嘅时间。咁嚟到今天咧，系又可以开翻实体嘅时候咧，系好好啦。咁啊，可以继续都系可以喺实体里边去训练我哋弟兄姊妹啦，譬如系喺唱歌上边啦。在那个的敬拜你怎样来到去带领，在各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是 很欣赏是 Tony 那个在整个敬拜的带在训练他们的里面呢，都很欣赏是 他所服侍所作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呢，我都很多谢他啦，就因为在这三年的里面呢，他就可以是一路来到去带领着我们现在的敬拜队啦。甚至乎在早期的时候他做埋我们的主席，做一个 demo 啦，是怎样来到去带领整个的会众啦。他由走上前面来到是做主席，慢慢又退到下来后面来到是 back up 那些敬拜服侍的人员啦。所以其实好更加是我们教会呢都开始是组织了呢，是有三队的是影音的服侍人员啦，又是亦都培训他们在那个影音上面呢有很多的认识啦。所以是整整是在这三年的服侍呢，我都很欣赏他是真的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来到是那个的帮助的。如果我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疫情的缘故呢，我相信那个的效果呢是会更加好。因为疫情实在呢是浪费了很多我们的大家的时间啦，包括他的时间啦，我们弟兄姊妹的时间。即係唔能夠係實體嘅去正正嚟到去學習，但係透過 Zoom 咧都可以咧間接咁嚟到學習咧，都能夠有一個嘅益處啦。咁所以其實頭先你見到嗰三個姊妹彈琴啊，就頭先係分享嗰個姊妹都係我哋教會，都係喺當中裏邊咧睇到係佢哋而家咧係由唔識司琴啦，就可以而家開始已經係幫助喺教會裏邊已經有侍奉嘅是司琴嘅侍奉嘅工作，所以好好啊嚇。好欣賞佢啦，希望佢都喺日後嘅路裏邊咧，都係加油啦。讓神繼續使用佢啦，讓佢嘅音樂嘅恩賜咧，更加咧造就唔同嘅教會啦，或者係唔同嘅肢體嚇。係咁多。Angel 咧就即係今日話主動請英幫我去安排咧，咁佢都唔係好認識你哋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做少少回應咧，咁啊可以。即系相信大家可能有啲 feedback 咧，即系唔一定系集中喺我度嘅，应该我未死嘅，冇咁快，应该今日唔系安息礼拜嚟嘅 ，OK， 所以唔需要讲咁多我嘅嘢，但可以讲一啲敬拜里边大家啲目标嘅。不过咧，头先阿张太讲嘅时候咧，阿张太唔知啊，因为咧喺我前面就系你嗰啲姊妹啊嘛，咁佢哋就喺度即系打眼色咁咯，我哋彼此之间打眼色咧就话，哇，张太你讲得真系好好啊，咁咧我直情。覺得就係如果依三年，如果我需要即係有個 report 咧，咁就再唔需要寫噶啦，我就揾翻張太幫我去轉述得噶啦。咁跟住前嗰五年咧就揾阿華仔啦。咁再之前嗰冇阿 Sarah 就冇咁大嘅，因為 Sarah 其實係我喺佢嘅教會嗰陣時喺教會嘅時候服侍嘅後期嘅，咁啊 Sarah 就可以補充翻嗰三年啦，係啦三年，咁我就總共咧依十年嘅嘢咧就可以咧由佢哋即係幫我哋講啦。即係我自己個感受就係、其實大家都係一齊去做嘅啫。咁雖然頭先啱啱阿張太講嗰個情況就係我哋疫情我哋唔能夠做到某啲嘢啦。啊，我都有陣時我哋都有啲失望嘅，我。
即係如果大家去翻嗰個時間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係失望當中。但係我又我覺得好難去比較嘅，即係因為我哋冇喺另一個時空，係冇疫情底下，豐盛堂咧就唔單止係咁啦，就去到更加咁啦。反而我就會因為我有機會去認識唔同教會嘅弟兄姊妹咯。咁佢哋真係喺疫情嘅期間係好多嘢停咗啦，譬如可能崇拜就淨係播 YouTube 啦，直情主席。啊！敬拜人員係冇 gathering 啦，咁結果咧就完咗個疫情之後咧，係冇咗一半或者大半嘅侍奉人員咯。咁所以咧，啊不過咁講就其實好似好驕傲咁，係咪？即係我諗呢個係神奇俾我哋恩典嘅，即係只不過就係我哋覺得我哋盡力去做，我哋能夠維持到一個咁嘅力量，呢個係恩典。但我哋都即係希望可以為到好多唔同嘅教會裏面去服侍去做啦，咁樣咯，係啦。咁啊 ，Angel 啊，會唔會都睇下我哋當中有冇一啲頭先你冇嗌到名嗰啲咧？係啦，或者佢哋想分享咧？嗱，譬如話咧，頭先阿張太就話豐盛堂有幾位嘅姊妹今日喺度啦，有啲就喺直播嘅。咁其實咧，仲有唔同嘅 parties 嘅。譬如話咧，豐盛堂嘅對面咧有一間咧叫全城浸信會啦，都有啲人喺度嘅咁樣啦。係啦，不過有一個咧，佢話佢入唔到 Zoom 啊，麗瓊話入唔到 Zoom， 我都係狂驚狂急救緊啦，唔知有冇機會入到 Zoom。好，咁啊，譬如話阿華仔咧，因為揮手區啊，華仔咧，華仔教會嗰啲可以揮手嘅，石音可以揮手咁樣啦，係啦。咁有啲就。個別其實係因為透過網上咧，或者我個有啲即係好個別去到唔同教會做過服侍而認識，就同我有啲 personal 嘅接觸嘅，咁都可以用翻啲單位去邀請佢哋分享都得嘅，我覺得。不過你揸注意啦，你係 host 啊嘛。其實我咧Angel 喺我隔離房嘅啫。不過由於我哋 Zoom 咧，我哋就好似咧即係天涯海角咁樣啦，係啦。佢而家喺我個下邊個隔嘅。等我想想先，啱啱即系有讲到话，有啲同学可能冇开过声讲嘢咁样啦。咁头先咧就即系咪有嗰个玩游戏嗰一 part 嘅？咁等我 share 翻嗰个画面先。好，大家见唔见到？咁咧而家嗰个画面咧就见到有一个音乐人嘅。唔知会唔会咧？唔知会唔会咧？讲自己嗰个咧啲尴尬咧，可以讲人哋嗰个噶嘛？我觉得嗰、那个我几想讲咁样，又唔系代表自己我朋友讲嘅咁样。好啊，咁大家觉得其实 talent 形容到音乐无人啊？我自己觉得就形容唔到嘅。好，你嚟个。因为我觉得。或者我回應啦，不如我覺得其實音樂牧人咧唔係 talented 咯，因為音樂牧人本身咧佢係好多嘢都係即係靠努力得到翻嚟，即係比較唔係本身就有嘅嘢啦。即係對我嚟講 ，talented 應該係好似一開始都會比較識或者容易上手，或者係例如音樂咁樣啦，可能就好快就學得識啊，或者叫音樂天才。但係我覺得。因为无人完全不是这一类的人，而是他用很多时间去钻研，所以其实他不是 talented。但这个不是贬义的，即我意思是他不是那种 talented， 他是自己将自己变成 talented。好，我是这样形容。因为无人你觉得怎样？我当然同意你说的东西，话晒虽然你年纪轻轻，但是这里的人当中你和我的认识都是。相对是比较长的嘛，即是不要讲话认识了二十年这样啦，是不是、虽然我不相信你 BB 出世的时候你已经有些什么印象的，当是啦，但是呢我们不是用二十年这样计的嘛，因为呢每一日几乎每一日我们相处这么久呢，你是一定看到你爸爸的东西是应该其他人是不会反驳，而我也都非常同意。我想其实呢所谓 talent,即是那些 talented 的人其实他都会觉得有人比他 talented 咯，其实即是 talented 反而是一种压力来的，我自己觉得。但是呢我们知道自己不得的时候我们可以摆上时间，我觉得这个我都不觉得自己很蠢的，但我不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咯，因为其实真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厉害过你，但反而如果我知道自己不会是最厉害的时候其实自己会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咯。
我舉個例啊，頭先阿華仔就話用咗好多時間做，就係因為我唔 talent 咯。如果 talent 嗰陣就唔需要咁多時間做，但係我會覺得嗰個時間都係 treasure 嘅。咁啊，多謝隊友關心我啦，因為咧我都要向隊友交代噶嘛。我之前其實佢哋搞嗰啲歌咧，咁我都會 send 俾佢聽嘅。咁佢哋。哇！佢哋其實佢哋好 talent 嘅，因為佢哋一聽就聽到我啲問題喺邊度嘛。OK， 咁我聽完之後我就覺得啊，咁啊係，咁一係就唔做，一係就盡量做啦。但係做完之後咧，越其實好得意嘅喎，越做你越覺得越唔得嘅喎，因為你越將嗰件事去掘得好深啊嘛。哎呀，越唔得嘅時候，咁幸好咧，我最尾我就補充翻頭先華仔講嘅嘢啦。我最尾點解佢哋咁清楚咧？我最尾做到真係。即系我有少少咧哀求佢哋，你哋收货啦，我已经做晒努力噶啦，咁样我又冇，我哋又未必有咁嘅专员可以大家一齐去做，咁我觉得其实都系适可而止啦，咁啊，所以 hardworking 系紧要过 talent 嘅，即系 talent， 唉，总系咩问题都解决得到，冇可能咯，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尽力量做，又识得适可而止嘅话，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哋人生里边可以做嘅嘢啦。好多谢你嘅。多謝你嘅清楚，其實今晚可以係咧，我可以更加清楚我女點睇我，因為佢可以從其他人咧跟住俾回應。希望大家都有興趣聽我，雖然你哋冇去聽，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啲 feedback 啦嚇。其實今晚好好嘅，有阿女出嚟咧，可以咧即係一齊去彼此對照。嗯。我想邀請，不過我好擔心冇人理我。嗯。其实呢我邀请反而他们可能会不理我的。你邀请因为你没有跟他有任何的瓜葛嘛。你见到个名字咦我好想邀请你、哦、你就邀请应该他是不会推你的。哦那我想邀请 Ernest、啊。因为我见到他是一开始很快就入了你的 Zoom。所以我很想听 Ernest 说。好犀利来自澳洲的朋友啊。来自澳洲的 Ernest, 你在哪里啊嗯我见到画面出现了因材施教非常之好有人打字。我估大家都要介绍一下你是咩单位啊，即系好似头先啊丰盛堂啊，即系咩单位？你是学紧啲乜嘢咁啦，系咯？咁大家会听，因为今晚嚟嘅同学咧，唔系全部都学琴，虽然学琴系占咗比较多啲咁样解。吓、所以依位都学琴嘅。吓、我系澳洲宣道会宣信堂嘅弟兄，咁我就喺嗰度做司琴做咗十几年噶啦。咁我六岁开始就学弹钢琴啦，就考到八级，跟住咧就我九四年受浸，就之后就喺教会侍奉。咁咧期间咧我都系跟啲琴谱弹嘅，即系因为我系学卡式嘅，咁所以咧有阵时紧张就会弹错，即系我唔识弹 chord 嘅。就所以嗰啲現代譜寫咩咩七啊七加七加九或者咩 sus 啊 diminish 啊嗰啲完全係唔知係乜嘢嚟嘅。咁咧咁我識 Tony 咧係因為2020年八月咧我第一次接觸佢係因為教會需要搞嗰啲版權，即係其中一首歌係。Tony 填廣東話詞嘅，咁所以我就問佢可唔可以用佢嗰個版本。咁嗰次係我第一次contact Tony， 但係咧我就冇諗住打算向佢學彈琴嘅，因為我唔知佢係教嘅嗰陣時。咁我係到2021年6月咧，就開始發覺我需要即係學彈 chord， 咁所以就嗰陣時 Tony 搞緊一班班嘅，咁我就試咗一班，咁就佢頭一堂咧教彈雲上太陽嚇，咁我就好心急表現自己嘅一個人嚟嘅，咁佢話彈到尾會即係有一個地方要特別留意，咁點知我就喺嗰個地方就。即系错咗，咁我就知道自己即系好，只系想表现自己，但系就即系其实唔得嘅，即系自己系冇能力弹到。咁我于是就之后问 Tony 可唔可以一对一咁教我啦。咁之后 Tony
一路教我教到而家吓。咁我除咗玩钢琴之外，我亦都有玩另外一种乐器，我玩竖琴嘅。啊，咁请问你觉得即系佢嘅教导有冇令到你有啲咩方面明白咗自己有需要改进嘅地方咁样噶？哦，有，我以前弹琴咧，即系我系譬如嗰啲现错嗰啲咧，我只系弹尾句，即系我系会弹尾句入。咁而家咧，佢教咗我弹 chord 咧，我就比较灵活啲，可以自己配嗰、那个。即是自己弹个 intro 就不用限制、跟我个谱。会不会在弹奏方面都多了一点信心这样？有的有的。我也都分享过即其实是如果我是跟谱弹呢就好像即人家比即律法即一个人即跟律法律法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咁如果你係即係我哋信神係應該用心靈同誠實去彈奏咯嚇，即係就唔係跟譜彈。即係如果跟譜彈就好似即係冇嗰個靈活啦，即係唔係用心彈咁樣嚇。嗯，多謝你嘅分享啊，好好啊。好啦，咁我回應一下啦，咁啊。我冇諗過咧，可以收到 Ernest 呢啲咁資深嘅學生嘅。咁我諗教學嘅嘢咧，其實只不過我哋識一啲唔同嘅嘢，我哋會有機會，可能喺各方面我哋冇乜機會去接觸啦。咁啊，多謝 Ernest 讓我可以同佢分享啦。咁 Ernest 就係代表比較資深或者係年資比較多啲嘅代表啦。咁我又見到咧，其實喺我哋當中咧，又有啲咧係比較 young。同埋咧，今日雖然咧好似成日都講我啦，咁啊，其實咧我啦。Angel 啦，同埋我太太 Jane 咧，系啦，咁都有參與喺啲教學嘅。咁不如咧，Angel， 我哋又試下問一下啲年輕嘅代表啊，包括我哋今日獻奏嗰位小弟兄咧，係十幾歲嘅，你話事啊？會唔會邀請青少年嘅代表或者青少年嘅家長都得嘅喎？有冇家長而家想分享？係有嘅 ，Alison 姨姨喺度嘅，唔知 Alison 姨姨定係 Alison 姨姨揾佢個女講咧？因為 Alison 姨姨嘅女女咧就比較文靜嘅，可能比較怕醜都未定嘅。如果 Hello， 你可以 Hello， 係啊，我喺度啊。咁我女女青人啦，咁其實咧我都好開心，青人可以跟阿 Tony 學琴嘅。咁因為嗰時咧其實佢以前咧就學開傳統嘅琴嘅，咁但係就即係學到。一定程度咧，佢都覺得可能唔係話太大興趣啦嗰種方式咁樣。咁所以我自己都祈禱，咁可以點樣繼續落去咧？因為其實我又覺得，如果佢學咗啲嘢，又唔想去係好似浪費咗啊、荒廢咗啊咁樣。咁所以就同佢傾啦。咁咧佢又好好嘅，佢可以好清楚咁話到俾我聽咧，佢係想繼續學落去，不過咧就唔想再係好似傳統嗰啲方式咁樣學啦。但又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第二啲嘅方式可以係即係學到琴咁樣，咁於是我都係祈禱噶啦。咁但係後嚟咧，就即係即係知道阿 Jenny 有教琴啦，咁所以就開始跟阿 Jenny 學啦。咁我覺得好開心一樣嘢咧，就係佢係真係 pick up 翻對鋼琴嘅興趣啊！呢樣係最緊要，我覺得，同埋係睇到佢咧係 enjoy 去彈琴咯。就不是即係為了考試去彈琴咁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係好好啦，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咧即係如果有一樣興趣自己係 enjoy 去做咧，咁我覺得對整個人生係好重要呢樣嘢，因為如果我哋譬如話有時遇到一啲壓力啊，或者係其他唔開心嘅嘢嘅時候，可以做翻一樣咧，我哋自己覺得好享受、好中意去做嘅嘢咧，咁呢個咧對我哋嘅身心健康咧都係非常之好咯。咁所以我都係好感恩可以有呢個機會係即係可以跟我女兒可以跟你哋學彈琴咯。咁青人有冇少少嘢可以講下？冇，我即刻飛咗喺我後邊，所以冇補充。唔該曬。好啊，好勇敢，因为咧，我谂紧，如果青阳即系亮相，已经系好勇敢
系啊，我都好开心，因为青阳个 case 咧就更加特别，因为我啦，我太太同埋阿 Angel 咧都有机会同你分享过弹琴嘅嘢，所以你三合一将我哋屋企嘅精华全部吸取晒。OK， 好多谢你哋啊！有冇兴趣问埋？仲有个中学生啊 ，Angel， 唔知佢愿唔愿意讲咧？问紧中学生，请出嚟。可以分享一下。咁啊，俊佑就头先弹奏咗啦。咁啊，俊佑可以讲下嘅，系啦，系啦。俊佑嘅特色咧，好容易认嘅啫，就系佢笑容啦。OK， 之前就系即系咧，我一直即系我之前就即系应该 Tony 都知道我系即系考咗系八级噶啦。咁咧我就即系之前，我之前一直系冇喺教会试过琴嘅，就系即系。突然之间就有即系教会就有人去邀请我啦，然之后咧我第一次即系见到接触到嗰啲谱，哇！完全我第一眼我就完全即系即系嗰啲琴系完全唔系我想象中嗰只琴，因为我平日弹开古典，即系你知啦，我考八级嗰啲全部弹开古典歌就系直接睇谱直接弹，但系咧去到教会嗰啲歌咧，有阵时可能会有数字谱啊，有阵时又可能有 chord 谱嘅出现咧，咁 chord 即系尤其好似嗰 chord 谱咧，通常系要自己即系譬如里面嗰啲唔同嘅嗰啲。弹法咧系即系自己加落去，即系自己丰富嗰首歌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平日我即系平日我好即系之前好少用开咧，就系嗰只因为我之前弹八级嗰啲歌咧，就系即系通常直接睇谱就弹啦。咁如果我弹即系到去呢、這个即系而家仲即系有阵时学咗一啲秘诀咧，就系即系亦都即系睇一啲 chord 嗰啲。关系亦都可以令我易啲上手首歌咯，即系譬如而家我而家背到好熟嘅嗰个咩四五三六二五一啊，嗰啲类似呢啲咧，呢啲就会令到我易啲上手首歌，同埋可以即系自己做多啲，即系喺首歌度有多啲感情嘅变化咯，就系咁多。好，咁我邀请咗一啲啦 ，Angel 啊，不如留一啲时间睇下仲有冇朋友想自由分享啊？咁我最尾我包底啊，因为我。今日是三周年，梗系要讲翻三周年感言噶嘛。好啦，你其他嗰啲你话事啦，或者你安排一个自由时间俾大家咁样啦，系啊。匡熙珍，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样问？匡熙珍头先讲过啦。唔知道你系咪头先？头先讲过。不过佢讲咗少少啫，头先。系啊，系啊。哦，讲多啲咧咁。其实我个情况就同。即是教会弹琴之后呢就即同刚才分享的情况差即刚才那位的情况差不多啦即弹完即我以前卡食底的都是那就对着一些 couple 呢那就真是呢我即我未跟 Tony 之前教会弹法呢真是独一粒音就算的那跟 Tony 之后是会有些突破的基本上。咁就會加啲料啊，咁樣咯。但係仲係探索緊啊，而家呢個階段。咁所以就未係好，未係好點講好咧？唔算係好 expert 啦，即係仲係學緊啦。而家呢個 stage， 咁我都唔知咩講跟住。你觉得即系学嘅过程系点样嘅？即系你可以讲下你嘅感受咁样。过程啊，都耳根嘅，即系个都几有系统嘅，我觉得都即系逐步嚟，逐个 key 咁样上咧，系好跟嘅，我觉得。即系唔会话一开始就炒晒一大堆嘢落嚟弹咁样咯，即系有个。即係跟到咯，即係有系統化咁樣學嘅。即係以前試過喺教會咧，問第二啲人咧，啊你點樣去彈㗎？即係我翻，即係我問完之後咧，個答案翻嚟，我覺得好似冇問過咁樣咯。即係好似佢唔知得會 get 到咯，但係就冇一個 system 去同你講點樣去跟。好啊，咁想問一下音樂無人，你覺得呢個學生有咩過程，有咩進步啊？你可以鼓勵一下佢。哦，佢琴晚先上完堂啊 ，OK， 佢其中一个进步就系知道自己要慢慢嚟咯，因为开头真系咧，我觉得佢好想快啲咧去达到晒所有嘅要
球啊，佢其实好努力噶，同埋佢好快上手嘅，但系咧系真系需要时间浸咯。我觉得佢开始了解到自己需要多啲时间，呢个系一个我意想不到嘅位，因为我哋上咗头四个 level 咧，佢都系嘭嘭声，即系人哋用一倍时间上，佢用一半时，人哋用一倍时间上，佢就用一半嘅时间上。OK，咁佢而家慢慢将佢调整翻进度，开始咧唔使咁心急咯，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都系对其他同学，我都系同佢哋咁样勉励噶。其实真系唔使急嘅，唔使急嘅。虽然大家要侍奉，虽然侍奉好似打仗咁，但系希望我哋有一生嘅年日为主打仗。如果唔系，我哋会比较辛苦啲啦。我哋侍奉得享受唔到音乐咯。所以多谢你啊，广希 Angel 啊，不如我先去咗我 part 先啦。其实我有，其实咧越褪到去10点咧，我亦都有少少担心咧。睇下最尾嗰 part 冇听我讲，所以咧，不如我分享完之后咧，我哋睇下仲有冇一啲朋友咧，可能都想对今晚嘅聚会即系有一啲嘅 feedback 啦。咁我觉得都系可以嘅，好唔好啊？主持人，好，好啊，请好啊，好。你开咁啊，始讲你嘅分享。不如我哋。好啦，我唔会讲咗15分钟嘅，系咪？我一定要留翻啲时间俾大家。因为咧，我今日咧就揾翻我之前，即系3年前，我哋喺其实3年前嘅八一八聚会咧，我哋系一家人都有啲分享咁啦。咁就今晚我哋系个少少好似浓缩版啦，即系我哋冇现场咧，我哋即系用 Zoom 可以咧比较弹性啲。咁依家我会讲下点解会咁样安排一啲心意同啲心有关。不过咧，我哋睇翻3年前嘅少少片段啦，究竟三年前嘅我同埋今日所做紧嘅嘢咧，有冇一啲即系类近嘅嘢咧？咁我就今日剪片嘅时候咧，虽然我都系拣过嚟剪嘅，我都觉得哇，完全都系做翻自己想做，其实某程度上自己都有啲开心嘅。我哋先睇睇呢个少少嘅片段啦。等我退咗休之后，我咧就要全职做音乐啦，将我咧20几岁嘅时候开始有嘅梦想咧，去到实现出嚟啦。咁样，我学音乐系因为我翻教会。嗰陣時有個導師教咗我一堂嘅吉他，但係咧我就因為嗰堂吉他，我就喺1个月裏邊咧，我就自學完成呢個吉他啦。咁當然我嘅開始係自學啫，我之後有上過一啲堂啦，或者去有啲嘅工作坊去睇嘅。自學幾好啊？你知唔知自學最好係乜嘢？諗唔到啊？慳錢啊嘛，係咪啊？咁如果唔係點能夠做傳道人都能夠養到屋企？但係而家我要行嘅道路咧，俾一個可能普通傳道人咧，可能你當好似個宣教士咁啦嚇。但係宣教士可以出代禱信啦，所以算啦，我都諗住出代禱信嘅咧。其實，咁你冇飯食，梗係出代禱信㗎啦。又或者去揾工咯，因為人嘅一生你都要自己去到向神去負責㗎嘛。呢個就正係我哋呢個事工嘅重心，因為有好多人佢都係覺得。哎、我大個咗啦，學咩琴啊？學琴係3歲嗰啲學噶嘛。教音樂係我一個起步點嚟嘅。我最想係去到唔同嘅教會當中咧，去 support 教會敬拜。因為我哋相信一樣嘢就係一個最好嘅音樂，一個最能夠去幫助到人嘅音樂，仲咧能夠感動人嘅音樂。敬拜每一個禮拜我哋都會發生，而我嘅夢想就係可以去 support 更加多嘅教會。让每一个礼拜的敬拜都成为一个感动人心的敬拜，成为一个你是发自内心，我相信你都经常有敬拜的举动，我都祝福你，我希望你在教会里面去成为一个真心实意愿意用你的敬拜的生命去感动更加多人，去亲近神的人。剛才那兩分鐘剪輯嚟嘅，咁啊，如果曾經喺3年前有嚟過呢個八一八嘅分享，都應該有少少印象嘅。咁啊，今日睇翻嘅時候咧，裏邊有3個重點，都係依3年裏邊都幾感受深刻，同埋係自己開頭都 expect 嘅。咁第一個就係、是真係我哋敬拜好多時都可能真係有好多嘢影響咗我哋，唔能夠盡心盡意啦。咁你話疫情可能係其中一個啦。咁但係依件事都由來已久，因為我哋太忙碌啦嘛，同埋我哋好多時真係好多事務要做嘛。咁第二個自己嗰一日分享就係、是、真係咯，可能學音樂咧，好多時有好多覺得受到一啲嘅限制啊。
即係譬如話我年紀大咗啦，學唔到啦，又或者好似頭先有幾位原來真係好真實嘅，就算我哋由細細個個開始學琴咧，去到真係要去落到去戰場，哎呀，發覺原來學嘅嘢同埋要做嘅嘢係有少少距離嘅喎，即係會有少少好似真係幾大打擊咁樣啦。咁第三點咧？就是咧，我就話咧，好想去到唔同教會裏邊去服侍嘅。咁疫情當然係一個限制啦，因為有一啲嘅教會都會因為疫情佢會 cancel 咗啲 booking 嘅。咁但係過咗疫情之後咧，我諗其實教會都有好多嘢真係好想去做，但係資源好有限咯。咁依個都有少少係本身想做音樂牧人或者個取向係或者依個叫策略啦，可以咁講咧，就係咧。其实我又冇期望咧，真系好似有好多好似封盛堂咁样咧，即系同时间可以揾到我去，即系好长时间、好 regular 啦、好稳定咁样，而且咧系年百即系 year by year 咁样去做嘅。咁所以咧，我最初去踏入呢个事工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系一半一半啦，嗰阵时谂一半一半啦，咁就系、是、一半咧就係、是、個例子，個比喻就係積帳棚啦。咁就係有人可以揾我去學音樂。只要你覺得我可以教到你，我都會盡力去教啦。頭先我講咗呢個例子啦，無論大人啦、小朋友啊，咁我嘗試去做啦。咁我哋亦都唔會話呃啲家長啊，呃啲同學嘅啦、啊，你點點點咁我哋。即係大家清清楚楚去學到嘅話，有得著嘅話，咪盡量幫咯。咁我哋發現咧，結果三年過去之後咧，果然同我最初嘅預測咧係好接近嘅，而且係更加其實係更加差嘅，個市道係好差嘅。個市道點樣差法咧？因為教會咧可能真係疫情都有關係嘅。咁其實我哋只係有三分一嘅時間同埋經濟來源係來自教會嘅邀請啦，或者係教會嘅安排。咁但係咧你聽得出頭先我。都是觉得其实我们最终都是很想去回到教会里面。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敬拜。我们在教会里面去用我们的侍奉的技能啦。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学习怎样跟弟兄姊妹服侍啦。咁所以呢我唔想好似某啲音乐人只是你嚟我嗰度学啦好好㗎。我是很想他们真的在教会里面用。咁呢其实都花几多嘅心力嘅。咁但呢我又觉得呢啲係我觉得我哋嘅特色同埋我觉得係最有满足感嘅地方囉。咁好似剛才譬如就算阿华仔呀或者 Sarah 甚至张太分享嘅。即係我觉得都好似一个引证。即係每次我諗我邀请大家分享嘅时候呢我都冇话啦你记住讲呢啲唱好 Tony 啦或者唱好 Angel 啦咁样。我觉得其实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原来呢啲引证係真实嘅。即是如果是真的有果效的工作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会经历和回顾的时候是感恩。纵然在一个过程可能刚才即是点点滴滴可能十年过去了、哎、做的事其实看上来好像不是很多。譬如如果用人数计啊华仔可能教会里面可能50人受惠那 Sarah 可能20个学生受惠可能张太就说、哎、顶峰的时候25个。可能你比起一啲嘅事工，哇，十年啦，人哋可能做咗50,000人啦，你仲系100人啫。但系我觉得神俾我哋嘅托付系应该系一个牧养嘅托付咯，我哋唔系睇人数嘅多少咯。所以今日呢个聚会，讲翻今日呢个聚会嘅本质啦。咁都有朋友问我，喂，点解唔租个地方啊？咁啊，第一咧，我觉得咧，其中一个谂法就系咧，我哋将来都要靠网络噶啦。咁我最簡單啦，其實我哋當中都有啲唔係香港嘅朋友嘛。我寧願習慣呢樣嘢咯，即係網絡係咪真係做唔到咧？其實一樣可以做啦。雖然你問我頭先，我最 enjoy 嘅時間咩咧？就係我同在場嘅弟兄姊妹一齊唱歌嘅時候啊。嗰批我最 enjoy。而家咧，我見到好多嘅鏡頭冇開，甚至你開住鏡頭，我覺得係真係佢。咁但係咧，依、這個就好似好俾我哋一個限制咯。咁我頭先所講就係、是，咁神又俾好多恩典俾我哋，疫情當中係咪我哋又完全零接觸咧？又唔係、哦，疫情與疫情之間我哋啲時間啦。咁我講幾樣點提式就 OK 啦，我唔會詳細啲講啦。譬如最深啊，當然就好似頭先張太所講啦，喺豐盛堂裏面有三年嘅時間，每一個月我都有，就算少到而家係講緊幾多鐘咧，20个钟、30个钟咁上下啦。咁我都會 spend 時間同冇咁多10多个钟啦，同弟兄姊妹一齊。
咁雖然唔會好似佢哋嘅駐堂牧者咁樣，即係禮拜六日禮必同弟兄姊妹相處，但係每次去到嘅時候咧，我覺得嗰譬如兩個鐘夜晚嘅訓練，或者三個鐘陪佢哋稱頌，係真係用盡所有時間咧去一齊相處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就算以往傳道人二十年，我哋呢啲叫做住喺聖殿裏面嘅人啦，未必真係每一個禮拜有咁多咁緊密嘅接觸嘅，係每一個禮拜都見啊，但可能真係喺崇拜嘅後場同弟兄姊妹講兩句啊，點啊？聽講你呢排唔舒服喎，咁可能就係每個禮拜咁樣周而復始，一年、兩年、三年。咁而家其實多咗呢啲時間，雖然實際上唔係接觸成間教會，但係係深入咗啦。咁有啲好特別嘅發現，同埋有啲好特別嘅邀請，令我覺得都對呢樣嘢係好有深刻嘅。咁啊嚟緊係啦，我唔知一對新人會唔會一陣間亮相啦。嚟緊咧有對新人咧邀請我去佢教會，唔係佢嘅婚禮 ，OK， 佢嘅婚禮度咧獻唱咁樣。咁咧，其實咧，我都有少少咧半主動啦。咁佢哋就揾緊呢個，佢本來揾住揾主席嘅。咁我咧就真係我唯一個違規，頭先我話咧邀請得我都去噶嘛。我話你揾我做主席，不如揾我做另一樣嘢啊。咁結果咧，我就可以安排咧有機會咧喺十二月嘅時候咧，佢哋婚禮度咧就會做呢個訓練啊。你話你以往喺傳道人嘅生涯裏面應該都做過啲，但因為我以往喺傳道人嘅生涯裏面咧。咁啱都咁住我哋嘅同工嘅分工呢，其实因为主要原因，因为我主要做青少年。咁通常训练嗰啲呢係成年为主嘛，咁通常教会分工呢都唔轮到我嘅。我係唯独呢唯一一次嘅机会呢，我喺分应该话我有两次机会喺婚礼里面呢有参与比较特殊啲嘅侍奉。一次就做司琴，一次就做训练。真係零零星星一次嘅啫。所以我会非常之珍惜，同埋呢我会主动邀请即係提出呢個建議啦，咁當然啦，希望佢哋應該可以出嚟澄清下嘅，應該我唔係逼佢哋嘅 ，OK， 一定要喺度做訓練啦，因為我幫你做一首歌咁樣，咁我覺得咧都係一個好，即係有少少係以往可能牧養嘅過程裏面未必會經歷到呢啲人際嘅關係，我哋就會有機會去做啦。當然我會同佢哋講嘅，嗱你哋一定要咧同你哋嘅傳道人講聲咧，你揾阿Tony訓練，因我唔係長期喺佢教會嘛，要好好安排喎。如果唔係咧，就為免佢教會覺得啊，點解你唔揾自己牧者？咁我覺得呢個就其實啊，即係點解我哋要常常俾啲框框俾自己，一定係要咁樣嘅咧？原來侍奉係可以好多樣嘢嘅。咁我諗呢啲少少嘅點點滴滴咧，令我諗起呢三年裏面其實真係經歷咗好多好多自己即係都唔可以話冇以前冇發生過嘅嘢嘅，因為其實牧會咧都會發生好多好多嘅事嘅。但就正因為集中去有個 target 有個方向嘅時候咧，其實接觸嘅人未必係個人數多好多，但係我諗每一個留喺我生命裏面嘅印象，有機會會比以往牧會嘅過程裏面弟兄姊妹個別零零星星可能真係走馬看花式嘅接觸咧，係會嚟得係會比較多咗一啲嘅感應咁樣咯，係咯。咁呢個就三年裏面一啲嘅感受啦。咁少不少少。我哋通常啲节目最尾咧都会有啲呼吁，咁我又唔希望呢个系呼吁嚟嘅，但系即系实际上咧，我觉得香港始终我哋能够摆敬拜资源都系好有限咯。咁我亦都唔知道我或者我哋呢个家庭可以喺呢个地方去即系做到几耐啦。更何况其实真系啦，我会都好欣赏，其实喺香港都好多比我哋更加 talent 嘅弟兄姊妹，而且又比我哋年轻。所以咧，都好坦誠去分享一個掙扎，就係其中有啲弟兄姊妹咧會同我講，我都有咁嘅弟兄姊妹喎。因為咧，而家喺疫情底下咧，即喺呢段時間移民嗰個風氣底下咧，其實教會咧係好需要牧者全職嘅牧者去翻返去工場嘅。咁都有兩個三個係問我，你會唔會考慮翻啊？咁樣。好咁啊！我唔俾答案俾大家啦，因为呢个我觉得上帝会引导我哋。但系去到呢个 moment， 去到呢个三周年嘅时间，咁既然系三周年，我哋做得三周年，应该就唔系结业嗰啲叫咩啊？结业礼嚟嘅。我觉得我哋应该将呢样嘢交翻俾上帝啦。但系其实问心嗰句，系咪我去到某间教会就一定系最好咧？呢个我哋要寻索嘅。反而如果神透过我，我叫音乐啦。
透過另一個牧者，可能佢係青少年事工嘅專家嘅，啊，會唔會呢個都係教會可以尋索嘅新嘅模式咧？係咪一定要揾一個百般武藝在身，佢去到你教會度，特別你教會冇曬傳道人，佢一個嚟到咧就哇能夠做到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常常喺我個腦海裏邊去思考嘅，我都覺得呢個都係求神為我哋準備。如果在于我哋自己家庭嚟讲咧，我哋嘅见证就系神系为我哋呢个家庭系准备嘅。咁起码喺我踏入呢个工作之前咧，我自己第一个我都系啦，为咗我嘅女咧，即系 Angel 啦，即系我话，你嚟紧要入大学咯，爸爸嘅工作咧一定唔会出现嘅情况就系，因为我要做工作咧，你就冇得读大学啦，冇钱交学费啦。咁结果咧，我哋经历咗两年嘅时间啦。每一次的学费呢都是很松容底下呢是交到的，是准时的，不是准时，是早了的， OK。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就是预备咯，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的激励，还有每一个愿意摆上在敬拜侍奉咯。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可能好像你好像刚才我所说可能都有些触动的，就是是啊，敬拜侍奉就是你付出很多，但是你未必有相应的收获回报都未定的。会不会我哋今晚呢个聚会都会鼓励到你，就系你嘅付出系值得嘅。系你谂下，你真系摆好多钱落去交学费噶嘛？练习嗰啲啊，哎呀，真系发育出嚟唔系后价个，但系你嘅付出系值得嘅。OK， 咁我分享到呢度先啦。耶，非常之好啊！唔知仲有冇人听紧而家？系，头先我提嗰啲可以回应噶。啊，系啊，系啊 ，OK， 有嘅，有嘅，有嘅，有人听紧嘅，系啦。其实已经剩下五分钟了，最后把握五分钟时间，我们都多谢今晚来参与，无论分享的或者真的去预备刚才的敬拜，啊，即一些分享，啊，你会发觉这些学生聚会呢又不是那些什么毕业即音乐会，每个人哇搜一些 call 你，啊，看看哪个弹得好一点，啊，其实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教学即最重要的目标咯。Okay。 咦，心潜你开 cam 即想讲话了，你帮我总结吧，OK。Angel 妹妹你好。OK， 因为我唔知呢个系学生嘅嘢嚟噶，咁我唔系学生嚟噶，我都唔，所以我唔知。当然唔系学生啦。我唔知点样 categorize 自己，所以我就，OK， 我唔知做乜好。你系伙伴啊，你系伙伴。伙伴又讲唔上啦，我谂我哋想，因为我。其实在澳洲，我是 Sydney 的，咁我都是一个传道人啦。咁啊，系啦，咁啊，即系系应该系2020年嘅时候，嗰阵时我哋就 lock down 啊，跟住好似有人 send 咗一段讲道俾我，咁就系 Tony 嘅讲道嚟嘅。咁我系记得让我高飞嘅 ，OK， 咁佢哦呢，這个人咁样，咁同埋我觉得佢嘅讲道咧就系、是。不像我平时听一般的我们的以前的会的这个讲道 ,which is, 是我以前都你的会的 ,ok? 是啦，就是 quite biblical 的 ,which is, 是我是觉得是我喜欢的这样的。那跟住怎样呢，跟住我就找你们的 Facebook 啦，好像是啦，跟着就这样，跟着我们就一个很长谈的。那我都是对，就是我是很认同佢嘅即係佢嘅 passion， 係我亦都認同頭先你講係即係嗰個嘅 talent， 即係我會形容呢個叫 gift 啦，即係神俾我哋呢個 gift， 係但係又唔使俾好多嘅，以至到咧我哋係可以 work on 佢，同埋靠住神嘅恩典嚟到去即係去將呢樣嘢去榮耀佢。咁我係好認同呢啲，同埋都係好認同嗰個傳承嘅。即係其實我而家都係喺大學裏面做緊福音工作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啲嘢都係我好認同 Tony 嘅概念，但係無奈我哋係相隔咧係好遠，亦都係呢幾年亦都冇機會翻到香港，所以就冇一個即係好真正能夠即係合作。到嘅嘢咯，但系我哋之前系有讲过啊，即系嗰阵时大家都仲系好多嘅 lockdown 嘅时候，都有讲过喺网上边做一啲嘢啊，或者系查经啊，即系呢啲等等。我自己系好想做，但系无奈咧，我实在太多嘢做，所以就我系好 looking forward， 即系我哋即系可能有啲睇有啲咩机会嘅合作啦。第日我有多少少嘅时间嘅时候，
系咯，咁同埋我点解会今晚喺度咧？我觉得，因为我见到 Tony send 呢个嘢俾我，就觉得哦 ，OK， 我觉得我哋作为同路人，我系应该支持嘅，系啦，咁就系咁样啦。好，咁虽然深潜咧，我真正 personal 认识咧好短时间啦，但系其实咧，佢细细个嘅时候我已经听过佢嘅名噶啦。Okay? 因为我哋以前真系同一个会嘅，咁啊，应该我做传道人嘅时候咧，佢系一个年轻人啦。咁我其实佢嘅年纪是一个秘密嚟嘅，所以我哋唔会揭露出嚟嘅。不过佢嘅音乐 talent 咧系好高嘅，所以咧我都系好期待一个合作嘅，系啊。咁啊，佢而家做紧一个好有意义嘅工作啦，喺即系大学生嘅群体当中啦，而且系澳洲嗰度咯，所以又可以用佢嘅音乐嘅 talent， 又可以咧服侍嗰度嘅年轻人，我觉得系。即係只要大家 say 一個同路人咧，就算唔係真係有啲 project 咧，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一件好大不了嘅事情咯。即係大家支持，所以非常之感謝你今晚嚟到，仲要同我分享，幫我分享。多謝你。好，有冇其他？其實我有冇特別即係覺得今晚啊，除咗我邀請嗰幾位啦，認識我比較耐，同埋好似頭先阿張太講嗰個情況就係、是，我真係呢幾年。我都未遇见第二间教会好似张太嗰度咧咁样话 ，I will long term 去做，咁都系一个探索尝试啦。咁当然，譬如全城浸信会，我哋都有一年时间啦，或者有啲系一年四次啊，或者有啲系一个密集啊。咁而家系最新消息就系、是、我而家喺宣道会恩路堂有一个每一个月有一次去服侍佢哋嘅年青人嘅一个咁样嘅机会啦。咁我都觉得。我哋都系喺有限嘅资源，因为我都知道唔系间教会去认识呢一个方式，可以去揾一啲外援，而且系固定的。即系因为咧，揾外援，我哋不嬲教会都有噶啦，最好一次过嘛，一次你帮我搞掂晒啲嘢。我今个礼拜我请赞美之泉嚟，几多钱啦、啊？搞掂晒所有嘢，下个礼拜咧个个都系赞美之泉嚟啦，咁咪好咯。咁啊真系太好啦！如果咁侍奉咧，我哋全道人就最轻松啦。点不知就唔得啦。咁但系咧，资源有好有限嘅时候，我唔敢讲，我哋亦都唔应该讲话敬拜最重要噶，将所有资源摆晒敬拜度，咁太过嚣张啦，系咪？咁但系我哋呢班敬拜嘅人，我哋都觉得，咁虽然唔可以叫做话最重要嘅事工啫，但系今日可能我哋摆嘅时间或者我哋嘅功夫都系比较少咯，咁希望我哋无论透过我哋咁样义务嘅奉献啦，或者我哋可以有机会有咁嘅能力可以去做到，无论帮到几多就几多啦。咁但系即系有阵时都会觉得灰心噶，即系一个人就算教会真系揾我哋去做几年，其实真系唔可以靠一个人咯。所以头先阿华仔嗰个分享就系一个例子咯。咁啊，虽然我都冇翻去实验睇下而家嘅情况，但系听落去哇，好好、啊、喎，好过我以前。即系我谂每个传道人咧，最感动就系咩咧？我走咗之后好咗咁样，即系意思咪话，因为你走咗再好咗咯。OK， 唔系嗰个意思啊，即系你能够有啲嘢你做咗嘅话咧，系有人帮你去做嘛。咁如果话你永远都唔使走噶啦。咁啊唔使退休噶啦，唔使翻天家噶啦，或者你嗰套根本就唔 work 嘅，根本系最好你走咗，我唔会跟你嗰套啦嘛。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感恩，所以我觉得今晚如果我哋透过直播，我哋头先每一位头先分享过发言过嘅弟兄姊妹，系啦，呢度每一位都系弟兄姊妹啊。嗱，虽然我头先我话个底线就系咧，其实唔信嘅朋友揾我都会教噶咁样，咁我哋咪。用信仰去感动佢啦，咁你又唔需要话你要信咗我先教你嘅，咁我都会教诗歌㗎喎，第一堂一定教云上太阳㗎啦，呢度所有同学都可以引证㗎啦，第一首一定云上太阳㗎 ,ok? 咁简单嘛 ,ok? 所以我觉得由简单有首，然后呢将我哋嘅信仰浅白化去分享囉。好，咁啊我就已经将个时间去到十点钟啦，咁所以呢我哋最尾梗係留返俾 Angel 做个最后嘅 round up 啦，今日嘅结束。佢唔会结束祈祷嘅，通常我哋啲科目嗰啲先。我哋有结束祈祷，揾牧师祝福。我哋冇邀请牧师添，今日真系好唔 classic 嘅今日。咁所以咧就其实都系大家侍奉咯，侍奉神系无分彼此嘅。好 ，Angel。好啊，大家好，我系 Angel。咁咧我就要终于介绍自己，我就要做结束。系因为我前面我揾唔到位介绍自己。咁咧我就系音乐无人个女啊。如果你听到佢讲嘅话。咁我做主持人咧，就系、是、希望可以令到佢唔使讲嘢讲得咁攰啦。咁咧，而家就想同大家讲，多谢大家今日嘅参与，同埋
多謝大家先肯答問題，令到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本身以為沒人會答我問題，所以我就要自問自答。但是大家都有回應和又肯開 cam 開麥，我所以非常之感激大家的參與。還有呢，我有少少回應，一分鐘我講完，就是因為之前我們音樂無人一開始的時候，即是2019的時候，那就會有一個好像音樂會咁樣，係一個現場，跟住好多人坐喺度睇咁樣嘅。咁嗰陣時咧，我都有唱少少歌咁樣啦。咁咧我就覺得好緊張啦，同埋即係覺得好多人望住咁啦。頭先咧，因為無人咧就講咗話，其實我哋而家要習慣 online 咁樣啦。我發現咗其實 online 咧係仲緊張嘅，因為咧就算我要講嘢咧，我都好驚人哋聽唔清楚啦。或者好似頭先個過程咧，一路都會有人在个 Zoom 度留言话可能有啲窒啊，或者系好细声啊，跟住其实咧，有时我闩咗 cam， 我就系跑出去，跟住我就喺度睇下究竟有咩问题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其实可能你哋见到画面系好似好安全，冇事发生啦，但系背后咧其实系好多人一直喺度做紧啲嘢，咁样去帮手嘅。咁就其实 online 嘅即系音乐会都唔容易举办，希望大家会明白中间嘅一啲不完美的地方，同埋会知道即係我哋都好尽力去改善一啲问题咁样。跟住另外就係呢，我觉得头先大家对于幽默人嘅形容词都係非常之好嘅，因为大家见到一啲位可能我平时都见唔到啦，可能我平时就係见到佢好忙啦，或者係成日都好似挂住做嘢啦。咁其实呢大家见到就好似好正面，就是、啊好有热诚啊，好有心咁样。但通常我眼中呢就係、是、点解你做咁耐都未做完嘅，即可能会系咁样啦。咁听到大家嘅回应呢，我就觉得其实音乐无人即係我爸爸嘅付出呢都系俾大家见到，所以我都好开心嘅。就系咁。多谢大家今日嘅参与，拜拜。我做咗个呼吁啊，我做呢个呼吁都紧要噶。今日个直播咧，你翻去我哋完咗 Zoom 之后咧，你喺Facebook 度揾翻佢啊，你喺 Facebook 度留啲言啦。因为咧，如果我哋能够让到更加人睇得到嘅话咧，我哋要喺社交平台咧一齐要集中要做啲嘢嘅。咁呢个我哋呼吁埋大家去做呢个动作啊，去留个言。我哋今日有参与啊，或者甚至喺分享喺你嘅 Facebook 会帮到我哋手嘅，让更加多人咧得着激励咯。好。真系冇啦 ，OK， 呢就系咪拜拜啦？拜拜，多谢大家，拜拜，拜拜。